我喜欢交朋友，所以我们会有一些 line， 也会有一些联络，那偶尔会有公众的一些聚会。那你说我主持过这个企业的尾牙，做过他们的春酒，那我们只是去主持，我怎么知道这个企业有没有问题？关于 IMB 的诈骗的那个事情，我觉得现在有风头指向这个盛祖如大哥。我是觉得啦，我们大家看到新闻事件，有时候一个年轻人犯了什么状况，犯了什么错，你去问他妈妈爸爸，问他邻居，也没有人会知道。所以我觉得自己爸妈都不一定知道孩子了，一个代言人他不一定会知道他的代言的公司是怎么样。那当然盛祖如大哥到底有没有代言，这个是他们公司的事情，我可能不方便做什么样的评论。那你说我主持过这个企业的尾牙，做过他们的春酒，那我们只是去主持，我怎么知道这个企业有没有问题？那我想这个事情已经有司法单位在查，我们不太方便去做什么评论。那我只是觉得对于诈骗我是坚决的反对。那以前我们私底下有过，主要是在他们的活动，他们的一些这个正规的一些活动。那私底下因为我喜欢交朋友，所以我们会有一些 line， 也会有一些联络，那偶尔会有公众的一些聚会，大概就这样子而已。所以老实说，对于他们的投资我并不是那么的清楚。对，你交朋友也不会叫他看身份证嘛。